张九南为什么当不上十队队长了。好好干，行，好好干啊！你就是别退出，别退出，我得怎么当上十队队长？怎么队退出？做梦被师傅玩死，高九成成为十队队长。然后那天我听您在家跟师娘念叨来着，说人不够，可能到时候还得开十队。嗯，我当时队长。你是十队队长啊？我听您的时候，我哎，这个张子林一直说十队长，所以我们今天恭喜啊，把十队长给了高九成。哪怕不是十队人，五十队不也挺好吗？是吧？当时真的，我觉得我们师傅就是一个爱反转的人，你明白吗？我当时觉得，哇塞，我这你十队长不给我给别人，我都会觉得啊，没事儿，大伙可能会可怜我。但十队队长如果是个跪给高九成，我觉得玩死我了。